開展國際貿易咧，同埋做阿里巴巴國際站咧，我覺得係更加容易輕車上路嘅，同埋得心應手嘅。非常的希望和祝福我们香港的商家们能够一起跟上平台的节奏啊，然后把内容营销做好，把 AI 的工具用好，流量业绩双增长，加油！ Yeah! 我希望香港的商家朋友们能发挥自己的优势，将传统外贸的天然优势在跨境电商这个领域去引领全球。咁我最想嚟睇嘅就係見識啦，見識唔同嘅企業啦。咁另外就係識咗一班商家朋友啦，咁就好多各行各業，咁就可以攞到好多唔同嘅資源啦、人脈啦。咁呢啲都係我覺得喺個 camp 度好大成長。物產供應的最大的得著呢，其實是可以遇到一班志同道合想在電商發揮一些作用的香港朋友。本來是大家覺得自己都是零知識的，原來很多人陪你一起，可以一起這樣成長，一起這樣邁向電商可以成功的一天。咁本身其實個平台有好多一啲function 啦，可以幫到我哋去做好數據管理，同埋每一日嘅究竟我哋喺個平台上做啲乜嘢嘢，都可以俾翻我哋好及時嘅反應，令到我可以作出一個新嘅決定。